你想弄到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太吓人了！啊，好，对，把那个也给他撤了。这什么招数啊？这都。先炸出来，小脖子，小脖子。你不怕腰折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不行，腰疼！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一个痛苦面具。 这期奔跑吧斜坡游戏环节，沙溢和周深对决太好笑了，一边是按兵不动，一边是自由滑行发起进攻。本来专心凹造型的沙哥在深深的一波冲击下，直接秒切痛苦面具，看样子沙哥比较适合在旁观战。斜坡 PK， 深深一个翻身，直接跨过沙溢，从淘汰边缘占领主动权。黎晨调侃到，沙溢从一个婀娜多姿的老人变成了痛苦面具。